们有这边有目击证人啊，他走路摇摇晃晃啊，没事都刚好都蹲在路边。他是游民吗？不是，应该不是。还是学生？年轻人。他有受伤吗？还是送医院的？本案发生的时间是在今天早上6:13啊，地点是在本市七屯区台湾大道跟国际街口啊。蔡姓男子驾驶营业大客车沿台湾大道往龙井区方向行驶，李姓男子步行到台湾大道路边蹲在路边蔡姓驾驶表示他驾驶营业大客车停放路边要搭载客人并未发现蹲在路旁的林姓男子导致发生碰撞林姓男子碰撞后送龙总医院来做治疗蔡姓男子经警方来做酒测并无酒精的反应警方在此呼吁大型车都有视线的死角跟内轮差行人以及车辆应该要保持距离，以避免交通事故发生。